你昨天睡得怎样？柯文哲带着太太五号开始下乡云林 long stay， 替民众党麦寮乡长候选人林怡里辅选。为了抢下第一座乡镇桥头堡，不仅起了个大早到市场，看到双手缠纱布的马吉摊老板，立即停下脚步。柯文哲锁定麦寮平了，看中的是上次大选这里得票率。而民众党只有在北寮啊、推荐这个乡长的候选，所以台湾380位的行政部比辽源得票率是在全面失败。但同一天，昔日心腹蔡碧如谈到云林辅选，激动点名周瑜修，似乎不知道小编还在直播，内容全被大放送。我就跟他说，林秘书长下命令说不准严禁蔡碧如去麦寮，我去蔡有票率是。不满自己可能遭设局，也让民众党内斗再浮台面。党派由绿转蓝的许志豪得到张家资源，二度挑战麦寮乡长。眼见对手有柯P支持，他随即也抬出了韩国瑜。10月8号。咱的韩院长吼，会来庙口开讲，甲咱一家包括咱张立贤馆长。而泛绿无党籍候选人许忠富最近则默默耕耘，走访选区每一寸土地。爱想讲吼，会当就将选民吼，会当参会过去做无好事，将选民会当原谅过，中有一个机会。要花2天时间走120间庙宇下跪忏悔，并点灯为台湾祈福。三立新闻廖怡德云林报道。